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
星再伴我影。看到我們這樣的坐姿就知道呢，有一些人做主持呢是不 pro 的，什麼坐姿啊？又遲到啦，還有又不是那個位置就做不到啦。什麼不是那個位置？你說什麼？其實你知不知道自己說什麼？對，還有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那些人咯。對啊，你啊，你是不是說你自己？ OK， 好啦，大家不要緊，我剛才一開始都有跟大家說過啦，為什麼我能夠可以一個人做節目呢，都是多謝他啦。因為平時他有在這裡和不在這裡，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，所以剛才我是很滿足的，一個人這樣說下去是 OK。 好，我們繼續我們跟著下來的話題。那麼無合呢，就做了兩場感動場，多謝25號來了的朋友，7月25號來了的朋友，就多謝你們，我也都是會有去借票的。但是你說呢，就之後呢還有沒有機會我是會有出現呢，我和安塞利有沒有機會再出現在無合的感謝場那裡呢，或者正式上畫的時候呢，不知道的，那都要看一下到時的安排是怎樣。那正常來說應該沒有問題的，我覺得有，那我們真的是演員來的嘛，是不是、希望是有這樣的機會，希望、可以做得到啦。那好啦，咁咧都要俾翻少少嘢大家睇下嘅，咁啊，同埋咧，大家記住，我做得一次咧，我就會做到第二次嘅啦，我越做越好嘅呢樣嘢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先睇睇少少片段先啦。係啦，咁我就喺戲入邊咧，係飾演一個比較似男人婆嘅女人，女仔嘅，係啦，咁同現實中係其實差無幾啦，咁所以就都幾易上手。咁同埋依套戲係幫我實現咗一啲咁耐以嚟嘅夢想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一直以嚟好想拍戲或者去做一啲娛樂嘅工作，係宣揚到愛護動物依個信息嘅。而正正依部戲係同無涯守護者合作啦，同幫助好多流浪嘅動物而宣揚依個保護動物嘅信息。咁正正係我一直以嚟好想做嘅嘢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依部戲啦。如果覺得好睇就 share 啦。咁同埋有啲乜嘢都去係咯，做下義工咁樣啦。好多謝大家。俾啲掌聲你哋自己先啦，好唔好？大力啲！嗱，未開始做啦，其實做呢套電影咧，就開頭都係因為基於聽到阿 Gang 哥講咗好多血淚嘅故事俾我聽啦，同埋一個冇人聽嘅網台節目訪問一班無瑕守護者啦，咁就令我即係感受到佢哋好多嘅有血有汗嘅故事啦。咁對於我嚟講，一直係喺個腦裏邊傾咗無數字，講亦都講咗無數字，有好多人亦都當我發噏瘋嘅好多時都。咁但係就當然啦，阿文係其中一個我發噏瘋嘅對象啦，導演係。咁但係發下咧，咁就真係錢就冇㗎啦，係啦，咁就好不容易攞到廿皮，係啦，咁就諗住做個即係叫做紀錄片啦，擺上網。就咁睇咧，咁樣點知搞一下出嚟咧，就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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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個個扣一個個扣緊住箍住，去到今日咁樣，可以正正式式喺個戲院裏邊放咧，一路以嚟咧都好不容易呈現到出嚟，亦都竟然喺零成本嘅宣傳之下，可以引起到好多動保人士的關注呢件事，當然裏面是涉及了很多是是非非啊，或者我想大家今天嚟看到呢套戲之前，亦都已經是即係有很多不同的嘢聽過而嚟到呢度啦。咁但係觀物論點都好，
買飛的情況咧，即係竟然是誇張得另外有啲惡言嘅。咁亦都係遇到好多阻撓，上唔上到畫啊？究竟點樣啊？咁到現時為止咧，我都唔係可以好肯定。咁希望第時每人創業文化嘅同事能夠繼續努力，去將佢真正可以擺喺一個戲院嗰度公映。咁而能唔能夠做得到呢，就要有賴各位大家去幫幫手啦。因為呢套電影個目的唔係賺咩錢，係要希望可以宣揚呢一個救助流浪動物嘅意識。好，係，多謝。係，其實想感染多啲真係一啲正規嘅途徑去拍電影嘅一啲片商又好啊，或者係機構又好，係啊，令佢哋係可以真真正正關注到呢一件事，做一個真真正正嘅大規模啲嘅製作，係啦，希望各位幫幫手，千千萬萬嘅流浪動物都係要靠我哋宣揚開去，先更加多人會清楚同埋知道明白嘅。多謝各位。好笑啊！頭先咧一讀播咧，我話你望下你個死人樣，成個 pizza 咁樣樣。咩？我96磅就而家。96磅嘅 pizza。96磅。96磅都 pizza 咁樣樣。你知唔知你係我嘅三倍啊？而家。我係你嘅三倍冇啦，我身家都係你的三倍啦。我唔覺得係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又翻嚟啦。咁我嗱，我驚我唔記得，你等提我。機場同埋月餅係啦。好，我先講翻個電影嗰度先。咁其實咧，嗱。咁講真的，真係人世間我諗咁短時間，我哋做到咁多嘢咧，我都超額去完成，或超額去學習噶啦。學識點樣發行啦，點樣上畫啦，點樣拍啦，係啦，咩工序啦，點樣可以話成本效益，跟住有好嘅作品出嚟啦。即係每一依今次，如果我揸住隻手，我係胸有成竹。係啊，即係我覺得我呢件事一定胸有成竹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好彩身邊有啲好好嘅前輩係睇到我呢一件事，咁就即係點樣講咧，都向我表示有興趣。咁對於我嚟講都幾開心嘅，係咪先？即係喺苦中有點作樂啦。OK， 好咁啊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啦，咁就講咁喺呢六日咧，我 Facebook 閉關期間咧，咁我就去泰國拜一拜神嘅，去咗一日啫，即係今日去，聽日翻嚟咁樣嘅啫咧。好啦，咁我去拜神嘅時候咧，咁當然懷住一個唏噓嘅心情，一個好哀傷、好唔開心嘅心情去啦。咁咧真係個天咧，可能係突然間要俾好多考驗我。第一要我醒覺我自己某一啲嘢做得唔好啦，以前一直係啦。第二就要係要我係要一次過令我叫做係將我所有嘢一次過抽出嚟拜，一次過抽出嚟。咩叫一次過抽出嚟咧？我係冇錯，我係去一日嘅啫，唔係嗰啲人哋唔開心離開外國幾年後先翻嚟嗰啲，唔係嗰啲大佬電視劇先係啫。大家記唔記得 Kenny 啊？其實我頭先翻嚟咧，望住呢個牌匾咧，我有啲感觸，我真係有啲感觸。係啦 ，Kenny 咧係大人在線咧其中一個主持啦，之前經歷咁多代朝代以嚟，其中一個啦，亦都係我一個最好嘅朋友啦。又跟咗我入新城做啦，又同佢 TBC 做啦，又聽眾又 fans 聽眾，做到大家一齊做節目，直至到直情係死黨。係啦，咁。呢一樣嘢咧，即係都唔係一朝一夕嘅，即係你人生要揾一個咁嘅知己，係咪一朝一夕？咁咩事咧？佢唔係死咗，你放心，佢冇死到係。咁咧就有一日咧，咁佢見到我唔開心啦 ，Facebook 佢有WhatsApp 俾我，即係叫我加油努力咁樣啦。咁跟住咧，佢話我走啦，你唔好冧啦，咁樣各樣啦咁。咁我跟住咧就同佢即係問佢走咩啊咩事啊咁樣，跟住佢話我聽日機啊就乜乜乜，聽日機啊唔係佢即日問我，佢話佢今日機咁我話你幾點機啊？佢話我4點。咦手足我3點喎。我3點喎，咁你嗰個唔會喺第二個機場啩？香港得一個機場嘅，係咪先？我不如就大家早少少飲杯茶啦，咁樣咁咩事咧？佢係基本上佢係
即係短時間內唔翻嚟嗰啲咯。係啦，咁人哋啲嘢我又唔知人哋想唔想講，咁總之係突然間話我一個好好嘅朋友，仲係佢係衰嘅，佢好低調，佢低調到乜嘢咧？我話喂，我哋不如 selfie 一張啦。我陳達人啊，講真有咩天王巨星喺隔離，我都唔會攞個相機出嚟 selfie。你睇過 Facebook 嘅字，我就同只狗 selfie 嘅啫。啊，咁跟住同佢影，跟住我話喂，影張相得唔得？佢話唔好啦，唔好啦，我想低調。哇，幾痛心啊！唯一一個好朋友走埋。即我令我勾起好多以前，即經歷過咁多嘢，係咪先？即都好好笑噶嘛！你啲如果有聽開我網台節目嗰啲都知，我由以前即潘少聰嗰度，跟住講鬼，跟住之後咧唔講鬼嘅，自己搞搞震搞啲節目出嚟，跟住又喺花家姐嗰度講下東頭灣道99號啊，又做下森林啊，又做下 DBC 啊，做到執埋添啦間嘢。跟住再做下做埋咩咧？呢個新城啦，咁啊新城又執埋啦，嗰個數碼電視到數碼電台咁樣。咁係買 radio 咁耐啫，頂得嚇。咁即係好感慨啊！嗰件事真係好感慨。嗰下咧真係哇！屌個天做乜嘢咧？佢突然間一下子咧抽到我盡喎嗰下。咁另外咧嗰陣時咧，即係我更加珍惜。所有嘢同埋自己年紀大咗咧，即係都有好多嘢反思啊嗰樣。咁我承認我最近啲脾氣好咗好多。基本上我係出咗事之後，我係冇發過脾氣。係啊，咁 even 就算而家有啲同事做嘢做得唔好嘅，咁或者唔係我擔心，所以以前我係即刻離咗先。依家我話得唔緊要啦，你慢慢啦。跟住我就會問啊，有啲就問啦，喂，你而家女朋友有冇炸你型啊？不如你快陪一陪佢啦咁樣。即我直情係去到呢啲關懷嘅備至嘅地步。咁同埋自己都經歷咗好多嘢啦，就喺呢一兩年都冇，基本上冇乜搭過巴士啊，係啦 ，van 制到入巴士就真係冇。我有搭巴士啦，有搭地鐵啦。即係我好似同埋咧，我咪少運動嘅。我而家做翻運動咧，即係叫喺街度行啊，出到成身汗。我個感覺好開心喎！即係有喐喎，個人依家開始變到殘廢咁樣噶嘛。係啦，咁一個新嘅體會啦，一個新嘅工作地方啦，一個新嘅業務啦。咁你喐極都係係啦，都係咁樣。咁啊，係呢啲冇變咯。即係佢嗰啲語言啊，佢永遠都係低能嗰啲啊。即係佢呢啲係冇變過嘅。咁但係 OK 嘅，呢啲係刺激性嘅。等我可以、okay、我可以包容嘅，其實激發你嘅潛在意思。咁啊我咧就除了講呢樣嘢之外我本身諗住要佢提嘅，咁但係佢都係冇嘢提到我啦，基本上。咁我就再講落去啦。哇！最近都嚟緊咪有月餅嘅，我諗呢樣嘢講都唔怕啦。即係嗱，好好笑嘅喎，無端端咧有個朋友咧問我，喂，我想去一間大型連鎖店嗰度咧。佢買月餅，我你咪去買咯。喂，識唔識人買啊？識唔識人買？咁冇話識唔識㗎？你有錢唔買得㗎啦，係咪先？佢同我講，佢話：喂，我要嗰間嘢，我要23萬盒喎。23萬盒，千啊，千八同千我都信啦，萬喎。跟住佢話：係啊，要有啲企業佢要派俾你。OK， 原來排下。咁跟住哇，即係冇我嗰期咧一次過，其實我當吹水，一次過周圍射曬 Facebook 問人有冇，有好多人覆我，個個聲稱都有話有啦。咁呢啲你唔望佢賣得成㗎啦，你點會賣得成嘅啫？係嘛？咁我好啦，一直以嚟都 keep 住呢啲咁嘅無聊對話啦。佢又問下我，我又射翻俾佢，即係人哋説話咁。直至到琴日好笑喎，我收到個信息就係、是。喂，你嗰邊有冇？跟住有一個呼翻嚟話有喎，咁有跟住咧就但係咧又未必俾得足，可能10萬啦，可能10零啦，係啦，咁又話咩聲稱話出邊冇啊呢樣嗰樣咁樣，我係冇理啦，係總之所有大家白紙黑字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，咁幾多錢你哋話啦咁樣，咁當然啦，係咪真係成咗咧唔知嘅，但係好似好夢幻咁樣呢件事。好夢幻咯 ，OK， 可能個上天見啊，話懟得我咁硬啦啲嘢，咁咪整翻啲甜頭你甜下咯，咁樣係啦，咁好好笑，我覺得呢件事就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啊嗱，咁講真，嗱而家剩翻10零分鐘，咁我都喺呢個位咧都做一個
短小的總結先，短小的。嗱，而家咧我就好簡單嘅啫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咧重投我的新業務，其實個業務又唔係新嘅，我以前都做落㗎啦。咁大家都知係咩嚟㗎啦。咁只不過係有一個叫做係舊瓶新酒嘅動作，係啦。咁令到呢一件事嗱，呢一件事淨係得我做得到嘅啫。咁所以一定要我親手落去做，係啦。咁做到嘅威力都幾大嘅。係啦，咁啊我諗大家即係我諗娛樂版少啲見啊，去財經版啦，可能容易見啲嘅。咁咧，我講笑啫，呢個就係啦。咁啊，實話都未有一撇，咁啊，努力啲，俾心機，做好一件事，靜靜地係啦，又唔會好似以前太高調噶啦。除非真係有一啲作品出咗嚟，咁先算啦。咁但係都唔會係一時三刻嘅事啦。OK。籌備啊，各樣都唔係咁簡單。好啦，咁啊我自己本身咧，自己中嚟緊咧，我都係會有即係兩個範疇嘅，譬如頭先講電影啦，咁我覺得我會有兩個叫做係古仔，我會諗嘅。嗱，而家點解會咁有型？成日哇，我要諗咩古仔？咁我真係做到一件事，我做到一件事咯，我做到第一件、第二件事。第一件事咧就係特區啦，以前喺度，但係嗰套嘢唔係我 handle 嘅，咁所以係交咗俾人哋 handle 啦，係咪？嗱，咁第二套就係我自己控制啦，但係我又係半控制狀態，一又咪全控制，係啦。咁但係都係真係自己個生出嚟嘅呢件事，咁所以咧就都叫做係，咁同埋學到好多嘢啦。咁第三套呢套係啦。第四套都是，第五套都是，但打落嗰啲都係噶啦。咁啊頭先講過啦，燕蘭樓啦，嗰、那個藥物名冊孤兒症嘅一個故事啦。咁另外咧，咁當然啦，我係覺得無合咧係有待改進嘅，有好多位置，資源上啊、人手上啊、嗰、那個方向上邊啊，其實都係可以吞得更加靚嘅，同埋更加大同，係啦。更加令到人哋唔會攻擊，係啦，諗得好透徹嘅啦，其實嗰樣嘢，所以咧，我係都會構思無合二嘅出現，無合二出現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即係如果你話啊，喂，我要揾一啲好勁嘅導演或者攝影師咧，咁我諗我唔會咯，我諗唔會住咯，咁因為。我覺得有個市場上，我都留意了很久，有很多新的導演啊、新的攝影師都很有火，同埋好有一些很創新的手法去做一些嘢，係啦。咁最講咁多，最主要價錢平啲咁解嘅。咁啊我覺得係會用一個用翻嗰個模式去做啦。因為你講真，你抌好多錢落去都未必去到人哋嗰啲級別，咁不如做翻自己嗰條路咁啊先咯，係咪？咁啊嗱。我得唔得？你就睇個無合一，你就知啦。OK 啊，咁啊有冇第二套、第三套，或者有冇吹水咧？咁我覺得自己就吹，即係呢方面我都有好大嘅信心嘅去做嘅。咁啊嗱，各位聽到呢件事，亦都想加入我嘅團隊，係啦，咁就揾我啦。OK， 咁啊玩嘅啫，但係我覺得我都玩到嘅呢件事，點睇啊？你覺得？係咯，得嘅，只要信。係啦，只要套戲唔會有安彩妮嘅演出，唔會有你嘅演出，一定掂，一定搞得掂。點解成套戲係要靠我嘅？無合二咧，飾演一隻狗咯，一隻狗乸咯，你介唔介意？唔介意啊？你係飾演一個狗公啊？我本身係啦，我使乜飾演咧 ？OK， 係啊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嗱，今日咧就都幾好啊，其實我都幾多嘢講啊。如果俾你講一集，你講唔講到啊？梗係講到啦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你咁廢柴，好啦，就咁啦，唔嘥你時間啦。咁啊，下個禮拜翻嚟再見啦，拜拜。